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下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下一句是亦各从其志也，意思是人们由于本心本意不同，故而不与心意不同的人相处，这也就是人各有其志罢了，比喻意见或志趣不同的人就无法共事。成语出自孔子史记伯夷列传，典故内容为东汉时期管宁与华歆为同窗好友，有一天二人同在园中除草，发现地里有块金子，管宁对金子视如瓦片，挥锄不止，而华歆则拾起金子放在一旁。又一次两人同席读书，有达官显贵乘车路过，管宁不受干扰读书如故，而华歆却出门观看，羡慕不已。管宁见华歆与自己并非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便割席分坐，自此以后再也不以华歆为友。